菜园儿，头低着，就看这个抽屉，你就想着抽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唐爷爷，就想抽屉里面好吃的，小猫咪，嗯，闻什么呢？我手上有什么味儿？汤圆还是一个比较粘人的、脾气好的一个小猫咪啊。汤爷爷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你干嘛？你还要咬我？摸时间长了，把它摸的有点烦了。这个有时候这个养小猫咪啊，怎么来选一个比较粘人的小猫咪啊？你可以试试这个猫的尾巴根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用手摸这个地方，你轻挠它，猫呢会很高兴的把屁股翘起来，看到吗？后背弓起来。这个据说啊，这个有这种反应的小猫咪一般比较喜欢粘人。啊，你看这个眼神哦，哎呦，哈哈，汤圆儿。